什么武器受改动影响很大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在吃鸡你的每次更新中，基本上官方都会对武器进行改动，比如提升武器的后坐力，增加配件，亦或是调整武器的伤害等等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受改动影响很大的三把武器，实在太可惜了。一 M416 的伤害已经改动过很多次了，而每次改动几乎都是降低，如今伤害已经变成了41点，相比于其他武器属于非常低的水平。可能是 M416 使用率太高的缘故，官方只有将它削弱才能提高其他武器的出场率。不过直到现在 M416 的热度依旧很高，这些改动对它的人气几乎没什么影响。二、维克托作为冲锋枪，依靠极高的射速打输出，因此非常依赖子弹的基础伤害。可是在某次改动中，维克托的伤害足足被降低了两点，导致它的使用率暴跌。好在官方提高了冲锋枪射击四支的伤害，稍微弥补了削弱造成的伤害劣势，不过对它的影响仍然非常大。3 M24 在以前是非常吃香的空投武器，伤害足足有88点，虽然比不上 AWM， 但是碾压 98K 绝对足够。可是现在 M24 的伤害只有75点，比 98K 还要低4点，这一系列改动直接让 M24 的地位严重下降，影响简直不要太大。小伙伴们，你还知道哪些武器受改动影响很大呢？欢迎关注收藏转发哦，我们下期见。